盘点六位新生代奥特曼最后一次借前辈力量，银河 VS 赛罗，你觉得谁更帅气呢？一，欧布借用赛罗父子之力。二，泽塔借用赛罗杰德贝利亚之力。艾克斯借用迪迦等人的力量。艾克斯借用迪迦等人的力量。如果余生不能相爱，来世重来，我会站在海角天涯等待，等到海枯石烂，你却肆无忌惮，我敲了梦的在人海徘徊。杰德借用奥王的力量。银河借用赛罗迪迦等八位奥特曼力量。慢慢的走，默默奋斗，在光的尽头会有结果。相信的理由是自己的双手，无畏一切的艰难退缩，从黑夜到黎明，不管有多难，挫折只会让我